嗯，雪岭公主队上，你派的是谁啊？弟弟和先滑，让几个先试一把。现在首先上场的是迪迪，他如果成功，要上场的就是弟弟。好高，是不是？ 怎么那么多人啊那儿？接我，待会儿接我啊！杨迪，你往雪琴的那个中间那个空跳过去，漂亮！哎，帅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飒！真飒！来，准备！我来了。计时开始，好，来，车台子。不，你那样荡不过去，那样过不去，那样过不去，迪哥要往后。 迪哥别踹他，迪哥，向前往后，对，你得先荡起来。哎，对，这就对了，适时的松手，勇敢的跳。我不玩，我不玩。根本不敢。我先玩。好，那弟弟先来，那个泽林准备啊，泽林准备。哎呀呀，哎呀！ 哎，搞错了项目吧，哥！松手，哎，对，适时松手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哎哎哎，好好好，哎哎哎，好好好。 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再往这个空间再给我来一点。这块儿。哎，我对，你尽量往这一块拍一点。行。然后我一来了，我就可以把我人搂着点。你有这个位置，来给台子来上。哎，哎，哎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了。 来了，漂亮啊！漂亮啊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成功！耶！